有一种人间美味是土豆遇上芝士，这个味道保证你吃一口就忘不了。先给土豆按摩放松一下，烤熟或者蒸熟，切一片下来，把中间掏空，加火腿丁和一勺盐压成土豆泥，再把它们填回土豆的肚子里，最后表面撒一层芝士碎，190度烤10分钟就可以了。松软拉丝又有料，真的是全家都爱的吃法。抖音